Hello，我是老林。你说我这样应该往哪里看呢？这有一个老雷，那儿有一个老雷，然后但是我要对着你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往那边看呢？好吧，反正我觉得可以多录一点生活中的东西。我这儿格鲁吉亚过的这些日子吗？我在这儿租了一个小房子，挺简单的那种，都还 OK。不是特别豪华或者啥，但是我觉得适合我。然后现在中午12点，哎，快1点，我准备炒一些土豆，把那些土豆已经切成小块儿，放在水里面了。应该说这个炒土豆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难度。你要把它烤，就是炒的那种不糊，但是有点那种脆。还是有难度，对，然后这个不是一坨屎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俄罗斯的那种士力架巧克力啊，我就是不知道往哪里放。然后我本来准备给你们看的是我们这个院子，我很喜欢这个房子的一个地方是，它直接到院子里啊，直接一楼，那你看这个后面邻居在那收藏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卖的那种。垃圾啊啥，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我觉得 OK，就是也不是个什么事儿。然后我在外面呢，就是我的那些猫，那是猫胖胖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那儿呢。这个下面跑着一个 Coco，那是 Bobo 和 Toto，然后他们呢叫了一些朋友，这就是邻居的孩子，他们很喜欢跟那些猫玩儿。哎呀，那个小孩把垃圾扔出去了，扔在地上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去收拾他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说两句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个上面呢是葡萄，应该到9月份呢，这个全是葡萄，从下面。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这是去年的葡萄。对，我的这些日子就这样过了，挺简单的，我觉得还挺舒服的。然后每一天出去一下，去那个山里，在那散散步，锻炼身体，偶尔录个视频。我这些日子就是这样过了。哎，对了，Shira。那个电视剧，我一直强烈推荐的那个电视剧，现在是最后的一季，我还没有看完，但是我开始看了，好看，peace。